12月28日，香港演员马国明、郑俊宏、胡鸿钧及何燕诗在旺角出席谭嘉怡第一张专辑的宣传活动。从小就酷爱唱歌的嘉怡，今天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，心中那份喜悦之情可想而知。今天我可以说是等了二十几年了，哇，真的很久了。然后今天是非常非常的感动，看到自己的 CD 在架上面，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。嘉怡透露，早前也曾经找过几家唱片公司，可都是没有等到回复，自己失落过。但这种经历更坚定了嘉怡的音乐梦，直到今天的成功。我很开心我有这一些经历，因为让我知道今天得来的这个 CD 是真的不容易，是真的要很多的朋友的帮助，还有公司的帮助才可以做得到。马国明与谭嘉怡因为拍《降魔》而结缘相识，并成为好朋友。今天是嘉怡妹妹的好日子，国明哥哥当然要前来支持呀。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歌手，对，所以他第一次出这个唱片一定要帮帮忙。据悉，已怀孕四个月的吴若希昨天跟另一半发生争执，作为好朋友的胡鸿钧对此也说了自己的看法。我觉得他应该在那个耍花腔了，就是怎么说孕妇那个情绪就比较大起大落一点。那我觉得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大情大性的女孩子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没事了，我觉得他安全就好。